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观察是手术的神鸟哦，这个八支三支三支二，八支三支三支二哦，这个一样，用大正解张队来做一个通关示范哦，因为我希望能够用稳定的队伍来跟大家做一个示范。哦，三来是无所谓了，基本上好像没什么太大差别，有点无感哦。哦，小怪就是稍微冲一点的关系。哦，因为这个无视减伤跟扣趴数，基本上对我们来讲，大圣都是无效化的哦，所以我才配一个妲己做尽快击杀的动作。六千，随便的，六千也不知道多少血，因为我也懒得算。6688080。是减伤的6880，这一次打两只一起打应该还不会死哦，但是我们尽量是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，不过也没办法，我们现在只能做补血的动作。痛啊痛啊，不要这样吹啊，痛啊。哦，又进安珠了，所以我们这个天降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哦。稍微除一下技哈。稍微除一下技就把他卖死了。他真的要出招，他不就是脸都歪了的？哦，一样哈，最好是有个强化盾之类的。对，好，就像这样。强化盾我们来打就除技就不是什么问题，不过我技能也快除满了，这倒是真的。哦，越攻越强一定要先杀掉，因为我还没机会试到他到底有多强。哦，百姓通关，哦，一样的老话一句，哦，希望原汁原味的呈现给各位哈，我不希望就是，弄得好像很快就通关了哈，基本上吃石头之类的这样，那有点就是会误导大家了哈，对吧？要当神很简单的，石头吃下去你就变神了，可是我是平民百姓，我不是神，哦，没有那么快就通关的啦，你不吃石头不可能，哦，少说你要回体力嘛，是不是？哦，回体力百姓是一定有啦，但是我们通关就是以不吃石头为原则，哦，所以吃石头的这个八峰关基本上一片就不会上来了哈。哦，这一队稳定，哦，又快，稳定又快。这个两秒转珠哈，应该不是说两秒转珠啦，缩死了，再缩短两秒哦，现在是三回合，我直接把它灌过去了，那真是不好意思。这个会把一个扶持转换成暗的哈，然后这一只是随机转一个为暗的。哦，就整片暗的意思就对了哈，哦。所以现在的话，我预计是一波爆发，好不好？
等我一下。这边的话，我们就是一波把它带走，会比较保险一点。不然整片都是暗的，都不用玩了。好。这个大圣要开吗？要吗？50万而已，应该是不用。哎呀，秒数减短了，差点来不及。而且很漂亮，居然没有天降。这个大于等于6 combo 哦。这个依照我们这个手转的功力，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差点来不及，忘记减秒数了。嫌啊没练到的好、这边的话我们先消了他一点血之后，我现在再做一个这个处技的动作，因为下一关他是磁场燃烧哦。他死了，磁场燃烧，对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在小关还好，在 BOSS 关会比较麻烦一点。不过我们有大圣减伤，不用怕哈。随机也会换呢，有意思，我喜欢这个技能，这样有一点变动性的感觉会比较有趣。好，这是我们扣的血来补的回来，补的回来就穿过去吧。就是穿越剧的意思啊。OK， 这个直接一波把它带走吧。从里面绕出来哈，从里面绕出来。少一康没关系，我们就是龙科哈，这可怕的 combo 数，基本上是碾压的一个 feel 啊。哦，好，以上是这个8只、3只、3只2手术的神鸟通关示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